干嘛呢？没没干嘛？我拿零食给你吃。哇，这什么零食？三只松鼠。一根土我的最爱耶！怎么说了吃的就怎么样？怎么的？啊，有本事你别吃啊！吃不？这什么松鼠还挺好吃的啊！鹏哥，什么什么东西？让我看看吧。三日内转给自己的好友，如不照做，后果自负。哎、好了好了，别念了。小松，诅咒信这种东西，你也信啊？刚才是要塞诅咒信给我？哎呀，我也是被逼的嘛，而且你胆子大。好，好啊，我所有零食都给你吃，好了吧？小宋，后果自负这种东西呢，是骗你的。以后再说到这种信的话，不用理他就行了。